这是我们一起过的第一个生日，对我当然很有意义。我希望今后的每一个生日都能够一起过。男人哦，他跟谁过生日就认定谁是他的女朋友，难道你要把这重大的节日拱手让给罗斯怡跟傅总去 happy 吗？高晨宽，在你跟罗斯怡还没分手之前，我会放过你。三立动画台30频道每周六晚间10点，罗斯小姐要出嫁。